电发展来绑架我们，说我们需要那么高的用电量，他们用石化产业、高科技代工业来迫使我们必须要用那么多的高电量，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产业。我想要问说，到底台湾有没有其他产业的想象，有没有其他能源的想象？作为一个新世代的青年，我作为一个下一个世代的学生，我们希望向领导原能会跟那个经济部的行政院机关喊话说，我们想要夺回我属于我们的能源世代正义。时间有没有什么可以暂时作为回应的？我们现在都后面呼吸的口号，反省产业结构，反省产业结构，我要永续未来，我要永续未来，立刻检讨能源政策。有一天大牛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来到行政院向吴敦义院长陈情，院长陈情啊，是什么状况？慢慢说给我听。是的，我们看到日本发生了核灾，我担心同样的灾害如果发生在台湾，台湾的核电厂有办法因应吗？这你不用担心，台湾的核电厂非常的安全，而且我们都有好好的做疏散跟那个演习的措施，如果出事的话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难道我们不能用替代能源来代替核能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行政院的立场是核能是干净而且是安全的能源，我们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分一毫人民辛苦的纳税钱来做开采替代能源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院长，你可以保证我们台湾的核能电厂一定安全吗？这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于我行政院长可以用我的自己生命做担保，担保台湾人民的安全的这个问题。而且关于辐射线是不是跟北海不一样会转弯的这件事情，行政院已经召开专家小组，在近期呢召开这个专家会议来研拟这个政策，所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谢谢院长。请问大牛先生在吗？哎，你好，什么事情？哎，你好，我是台电的员工。那这个是你们家这个月用核能发电产生的核能废料，那这个部分都要请你们家收下，因为政府现在规定就是各户使用核能发电那个核废料必须自行处理，因为政府设立的那个处理厂已经放不下了，那所以麻烦你们收下，谢谢。哦，好，请等一下哦。因为这个核废料含有某种程度的辐射线污染，所以过了20年之后，每个人要拿核废料的时候都这么麻烦，都要穿上他的防护衣，战战兢兢的拿起核废料。哦，好的，来。哎，怎么这个月这么多啊？哎，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月是夏季，然后就是可能大家用电比较多，所以我们核能发电的话就会产生比较多废料，那废料厂放不下，只好请大家就是用电户各自行处理这样，谢谢大家。哦、好，谢谢谢谢。那如果没有事的话，我就要去发其他户那个废料了。好，谢谢。妈妈，防护衣好热，我们开冷气啦。不能开冷气啦。就是因为我们上个月冷气开太多，然后用电量太多，这个月的废料才会那么多啊！啊，好热哦！没办法啊，我们想当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一度电才2-3块，但是现在过了20-30年，铀矿也开始慢慢的快被开采完了，然后政府又没有积极的开发其他替代能源，然后导致我们现在一定要每个月都收一次这样的核废料，没办法的啦。好吧。有地震！哎，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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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电视！快看电视！妈，天哪！这座核电厂都爆炸了呀！我们会死掉啊！啊！核电厂爆炸了！天哪！会不会有辐射污染呢？没关系，吴院长当初有说，辐射线可能会跟八核能一样会转弯，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来了！啊！不是会转弯吗？啊！核在面前，人人平等。核问题不只是台湾独自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两岸四地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广州的大亚湾核电厂，就是新建在香港的旁边，但是我们香港人却不能反对，因为新建核电厂的地方是在广州，不是香港。但是现在核是新建在台湾，台湾应该站出来决定他们自己命运。台湾是两岸四地最有能力、最有自由、能够选择他们能源政策的人民。大家将来是要活在发生在核灾的阴影上面，还是活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上面？
这课业就会看大家的选择。13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队伍叫做青年废核大队，希望大家可以，所有的年轻人不止学生，我们都可以站出来。我们将全心夺回属于我们的能源世代正义。我们将全心夺回